小朋友，你的婴儿车能借给警察叔叔吗？警察叔叔，你用我的婴儿车干什么呀？警察叔叔在办案呀，你愿意配合吗？我愿意，那我就把婴儿车借给你。好，谢谢你，那你快躲起来呀。坐到婴儿车里，把这个盖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小孩在婴儿车里，周边也没有大人，哈哈哈。我就把这小孩抱走，打开。你最好别动，我已经观察你好几天了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把你抓住。多亏了那个小朋友把婴儿车借给了我，赶快跟我回警察局。啊，这个警察太聪明了。啊，警察叔叔太厉害了，警察叔叔太棒了。小朋友，谢谢你的婴儿车。没有你的婴儿车，我也抓不住这个坏人。